请你说一说，录像中哪一位女生的态度值得被赞扬？在录像中，第二名女生的态度是值得被鼓励的。我看到女生在房间里，一个人在学习弹吉他，弹着弹着，她好像一直弹不好，看起来有点气馁，想放弃了。后来他上网去找了吉他教学的视频，边看边学习，后来他就弹得比较顺手了，女孩也看起来比较有信心了。我认为他的学习态度很好，因为他在遇到困难时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去找方式来解决，非常积极。看到他坚持到底的精神，我为他感到高兴。如果我是他，我也会这样做，因为只有持之以恒，我们才能进步，才会有机会成功。因此，他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